新闻报记者张延松，台北市大同区报道，2022年8月20日，成立于2年前的摩根生意股份有限公司，地址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一段40号六楼，从台北火车站走路10分钟以内到达。办公室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6点，客服免付费电话0800055777，欢迎观众朋友到公司参观。创办人曹佩提，英文名字叫 Patty， 他本于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的理念，关心大家的健康。在2年前台湾疫情严峻期间，毅然成立摩根生意股份有限公司。由于执行长的用心经营以及25%利润分享顾客的回馈制度，在市场上获得好评不断，也荣获了不少的世界专利和奖项，例如2019年荣获国家新创奖企业新创组奖杯，2020年拿到加拿大国际发明奖金牌，2020年拿到伦敦国际发明奖等。摩根生意的系列产品深受社会大众的信赖。汤尼陈老师在 UP 直播主持第6年的好康啪啪走节目，也专程采访产品行销讲师刘欧文，他自己本身也是摩根生意产品的爱用者，外敷内用，现年53岁的他看起来不到40岁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他本人就是产品最好的见证者。执行长 Patty 在直播节目中看到现场近3000位热情的观众朋友主动加码，总共赞助10组摩根生意的产品，包括焕白润透胶原微导膜、喜悦氨基酸洗颜乳、饮水机活化液、5G 防晒天后霜和由艺人徐乃麟代言的 AMN 胜肽五行蔬果营养素。现场收看的观众都相当感到兴奋，主动热情参加孙UB换好礼活动。 Patty 执行长指出，摩根生意的产品重视品质，自己先使用后体验立即的效果，就可以用消费者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欢迎想要创业的朋友主动加入摩根生意的行列，让大家一起来守护家人的健康。